幺五叫9-91。SB 紧张。阵地6531下到18。下18，阵地6531。好了，保持。紧张。深圳936取消高度限制，下到900，可以动3号跑道，满降进行建立航向导航。取消高度限制，下高度900，可以动3号盲降进近建立航道报，深圳9365。海南管两就9900-3000。海南管两就进近进到附中点，3900-18.45，再见。取消高度限制，1845，海南管两就下900，可以盲降，可以盲降，动三号。高距别也够了，它这有山转过来，注意一下下降率。好。仅五撑死了1200。但转弯我们收光会大一点，所以控制。对，控制有。BS 1000。检查。可以盲降啊。可以盲降，航道是东三洞。三洞东三洞。Bing approach, 预备。India Charlie 立马识别。航道指针。信号有的。OK, 水平导航，我在五边。落地的东方9-81下到21。那盲降同步了。下21，东方9-81。同步。到截获。Check. 它的保持。Check. 起飞的加号9-91，由于活动限制，预计保持2400-7.8分钟。收到，加号9-91。阵地6531下到12，下12，阵地6531。航道移动 ，check。航道截获，航向东三洞，付费调好。检查，深圳9365航道。深圳936，距经济雷达服务终止，联系福州塔台118.45，再见。118.45，深圳935，再见。118.45 ，OK， 118.45，118.45逃定。Check， 塔台你好，深圳935，东三号航道。深圳935，福州塔台，继续进近，修正海压1015。接近近，上海1015，深圳935，接近近啊，1015。好，问那样怎么了？好，看看怎么回事。请问有什么情况吗，机长？好，谢谢。放轮。放轮。接15。下到接货。接15。接15。接15绿灯。好，接15速度，减速满预位，15绿灯，仅一30。仅30。好，25，仅一30。30绿灯。中国简单。收到远了，请问有没有连续？连续。减速板预位。减速板预位。起落架放下。起落架放下。仅一30绿灯。30绿灯。收了点单分钟。对。海南管295沿Alpha 6 Bravo 6滑行，脱离跑道报。下到接货了，付费高度15吧，1549。高度调好，航向调好，速度调好。啊，速度、航道、高度检查，差一个落地指令啊。OK。海南拐295Alpha 6脱离了。海南拐295联系福州机坪幺两幺点拐25，再见。
101-25 海南拐295，再见。深圳9365地面风动九动四米秒，跑到动三可以落地。跑到动三可以落地，深圳9365，动三可以落地了啊！好，可以落地了。跑道已经看见了，中下头开。这么逃开，好的，白鹿八栋拐腰，探过腰，保护三千。白鹿八栋拐腰，福州塔台，沿 Bravo 三阿尔法幺滑行，跑到动三，等待点，等待。1000。阿尔法幺，动三号跑到外转，白鹿八栋拐腰。Approaching 03. 500英尺，正常。500。400。接近标准，继续。Approaching minimums。900多，跑到正前方。继续着陆。200。100。50。40。30。20。10。大家你好，深地6531动三号王将，减速完成起。深地6531福州塔台，继续进近，修正海压1014。反推正常。继续进近，修正海压1014，深地6531。速度60。深圳9365沿 Alpha 拐 Bravo 八滑行，脱离跑道报。Alpha 拐 Bravo 八脱离跑道报，深圳9365。损伤解除啊，前方右转脱离。Alpha 拐 Alpha 拐 Bravo 八 Bravo 八，转过来直接最右侧，这就是 Bravo 八。收到。深圳9365脱离了。深圳9365联系福州机坪1201.25，再见。1201.25，深圳9365拐，再见。1201.25，航班号错误，深圳9365，再见。深圳9365，再见。机坪深圳9365脱离了。深圳9365，你好，福州机坪 Bravo 八给你导，停机位29。Bravo 八给你导，停机位29，深圳9365。停机位29啊 ，Bravo 八前面这个跟您导车滑行。正式。29号。正式。APU 起了啊，能起了 ，APU 启动。哇，无影机升级，右侧无影响可以进位啊。左侧没影响，一次就要到，一次不到就完了，还这个。
四三二一 stop。 OK， 刹住，刹住，灯亮，转换，转换完成。 OK， OK， 切断。三十一下，挂车夹带。刹住，切断，关，四八，辛苦了，辛苦你，兄弟。你看咱这边的生态环境多好，在这里面，刚刚我这边我对五六百英尺都能撞了一个大虫子，直接粉身碎骨了。感谢瑞神。